其实昨天陈佩琪的贴文啊，你是拒接侯友宜的电话吗？他应该修改的吧？我昨天回去跟他讲说，哎呦，你不要写这些干什么、啊？那所以，到底是拒接谁电话？没有了，这不是拒接啊，因为我平常我的手机现在常常是助理在拿，我没有时间，他要隔一天才知道啊。那他如果真的打来，你要接吗？再讲吧，而且常常也不是我那手机常常是我的那个助理在拿的，特别是常常在开会干什么，根本就手机不在我身上。是对之前他念出这个简讯还有不开心？哎呦，我讲选完就结束了吧。媒体都在说，台湾作为一个资通讯大国，投开票的过程超级落伍，那也有很多监票人员个人反映过程不够严谨，出现很多瑕疵，相关资料我们还是会整理完毕，送给各地选会出去。我们的选举制度应该还可以更改善，包括不在籍投票、网络投票，这都应该要做到，这个可以确保说整个选举更有效率。另外一个是大家很关心民调的问题，过去这一段时间我们自己发布的民调，它是符合科学，也经得起考验，至少我们不会是造假。不过这个宏观民调跟选举结果还是有落差的部分，我们还是要去做一些分析。事实上，我们的支持者，年轻人、高学历、中间选民这一批人本来投票率就很低，那就需要上班。要拜托大家答应我一件事情，我们继续走下去，直到美好台湾实现。各位小草、党公职同志。还有热情的志工伙伴，以及所有关心台湾、关心民众党跟柯文哲的朋友，大家好。选举已经结束了，这几天我一直在回想过去一年发生的事情，对我来讲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奇幻之旅。以前每做完一件重大事件，我的第一个念头就是 RCA Root Cause Analysis， 就是根本原因分析。他的基本精神就是说，如果这件事情可以重来一次，怎么做会更好？所以反省改进一直是我们的 DNA。那么这一次除了 RCA 以外，其实我内心还有一句话真的很想讲的，谢谢大家，真的非常感谢每一位朋友陪我们拼到最后一秒。你们每一个人为了进步价值，为了美好台湾，不管是参加陆战队啦、背气球啦、亲自来参加造势活动，还有监票计划、白纸运动、五五计划等等，其实我都看到各位义无反顾、拼一次的决心。如果没有你们，台湾民众党是不可能在这一次成为国会的关键力量；如果没有你们，我们追求的公平正义也无法继续前进。我知道我们大家都尽力了，那结果不如预期的地方，这是我们未来还需要再努力的部分。我跟大家讲，我们在这场选举当中还是创造了一个新的台湾奇迹。我们竟然没有办募款参会，没有卖什么募款参券，也没有去跟财团募款。我们真的凭着小额募款就把这场选举打完了。在这个地方还是要谢谢各位给我们小额募款的朋友们，谢谢你们。我们的选举费用绝对不到其他两党四分之一，我想这个对整个台湾的历史会有很大影响。选举费用太高，一直是我认为是台湾政治败坏的开始。那我们也可以用很低的这种选举经费把这个选战打完，特别是都靠大家的小额募款，我想这是一个我们很大的成功。那么我们来反省一下，在这场选举我们看到几个问题。其实从
在疫情期间，我就发现我们台湾的数位转型做得太差。这一次哈，我们台湾的选举当然全世界都关注，结果各国媒体都在说，台湾作为一个资通讯大国，你看，可投开票的过程超级落伍。这一次有所有有协助台湾民众党到投开票的时候去监票的朋友，就知道我们的投票方式哈，开票方式都很落伍。那也有很多监票人员跟我们反映，因为过程不够严谨，就出现很多瑕疵。相关资料我们还是会整理完毕，送给各地选委去处理。不过我们还是要谢谢所有的选务人员，大家辛苦了。只是说我们的选举制度应该还可以更改善，包括不在籍投票、网络投票，这都应该要做到。这个可以确保说整个选举更有效率。如果我们自认为是一个先进国家，目前这种很落伍的投开票方式应该要做个改变。我觉得我们在新的会期一定会提出这种不在籍投票，还有如何做这种网络投票，应该是我们努力的目标。因为如果政府继续守旧，只会造成人民不信任政府，最后对整个民主也失去信心。所以我们投下的每一张选票其实是对民主体制的一个信任票，它都是无价的。那么另外一个是大家很关心民调的问题。过去这一段时间我们自己发布的民调，我们都有提供这个 raw data 原始资料，也有提供说它是怎么分析的，所以我们知道它是符合科学，也经得起考验，至少我们不会是造假。不过这个宏观民调跟选举结果还是有落差的部分，我们还是要去做一些分析。因为事实上我们的支持者年轻人、高学历、中间选民，事实上这一批人本来投票率就很低，所以有时候是这样的，民调出来你知道问题是他会不会去投票还是个问题。所以我们这个整个这种投票的计算恐怕还有更科学的方法。那其实我们很多朋友告诉我们，他们虽然支持我们但是都没有去投票。为什么？不管他是开计程车的或者是在上班的，因为我们平常还是有一大堆人要上班，所以这种因为他去上班没有办法投票，这是我们投票率很难突破这种七成多的原因。因为大概我们每次投票再怎么弄很难超过 75% 的，因为整个社会还是要继续运作，不可能大家都没事干去投票。而很不幸的你知道，我们的支持者都是一个是投票率低，一个是比较不容易去投票，因为他就需要上班。还有一件事情，在民调封关以后还是有发生很多事情，包括这个国家级警报，还有假冒郭台铭董事长发的信件，还有当然对手一直在操作气爆，其实这还有效，还是有效的影响我们的选票。还有一点呢，传统的媒体你知道几乎100%都不是我们的，所以每天在讲我们坏话，你知道吗？这个如何突破这种传统媒体的封锁，这恐怕是我们要更努力的，我们也不能坐以待毙。不过不管怎么样呢，选举都过去了，未来是有很多工作要等着我们去完成。那么民众党在国会一定会发挥关键力量，强力监督政府，来确保台湾是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。事实上我们在选前提出了很多的承诺，你知道，包括这个国会改革、媒体改革、司法改革、永续健保，还有长照保险，还有这个人口的问题，少子化啦、高龄化啦、低薪啦、通膨啦、能源的问题啦，还有这个企业转型、财政纪律、居住正义，这个我们都会继续推动啦。所以在看这一支影片的朋友，我们还是要先谢谢你。那么现在还有一个题目大家很关心的，就是关于这个立法院政务院长的选举。那台湾民众党它还是有一些基本原则的。第一，我们是一个有政治原则的政党，不会因短期利益牺牲长期利益，不会为少数人利益牺牲多数人利益，更不会为了政党利益牺牲国家利益，所以我们还是会谨守我们的政治价值。那第二点，作为在野党，那本来就应该监督执政党，但是我们也不会盲目的抗争，你知道，让这个国家停摆。那第三点，我们在政务院长的这种选举，我们市长已经提出了一个要求，就是说他能够具体回应我们的国会改革要求，所以我们希望其他两党，你知道，可以正面具体的回应我们对国会改革的诉求。
在现行的政治体制下，还是要有一个健全的国会，国家才有机会继续往前走。那事实上国会改革已经延迟了8年，这件事情应该是要做。所以台湾民众党的态度是这样的，我们不管是执政或者是选举，对我们来讲都是一个改变政治文化的社会运动。我们也希望说立法院，你知道，因为台湾民众党的壮大，它可以比较更公开透明，这是我们的态度。所以最后我们要谢谢每一个陪我们打的这一场选战的朋友，你知道，我想也是因为你们让我们有机会让台湾往公平正义前进，那也是让台湾真的有个机会可以超越蓝绿。那我想要拜托大家答应我一件事情，我们继续走下去，直到美好台湾实现。只要你们不放弃，阿北就不会放弃。但是我也希望说，阿北不放弃的话，你们也不要放弃。所以让我们大家继续一起继续努力。谢谢大家。